Hello，大家好，我是阿四。那在开头的片段里，我有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平常护理头发的一些流程吧。所以今天呢，就是想来跟你们分享一个比较具体的我平常护发的一个步骤，还有我用到的一些产品、护发的一些小心得，也会讲到就是大家平常问我最多的为什么我的头发看起来那么蓬松的问题。对，然后因为今天录了那个洗头的片段嘛，我就先洗了个澡，我现在就没有化妆，画了个眉毛，希望大家不要介意。那首先第一步就是洗发，大家平常洗头发都会洗几次？我个人是会洗两次，第一次的话就是先洗头皮，把头皮上的那些油脂脏污全部清洁掉之后，第二遍再去洗头发本身。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头皮磨砂膏，那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清洁头皮的产品。洗发水呢，因为前段时间我合作用的都是科颜氏的这个椰子洗发水和配套的护发素，非常非常的温和，非常适合中性发质，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椰子味。那我在上上支爱用品视频里有跟大家比较具体的分享过这个使用感，就不在这里多说了。那在用科颜氏那组洗护之前呢，我用的就是这个欧莱雅他们家的一个洗发水，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便宜大碗的那种，它也没有添加什么精油成分吧，所以我觉得使用感是比较滋润的，洗完之后不会觉得头发特别特别干涩，但是又不是说滋润到让你觉得头发变得有一点点油油的那种感觉，加起泡效果也还不错，所以我又觉得每次清理的特别干净。那我平常在洗头的时候还会用到这种头皮清洁梳，这个我忘记是在看谁的购物分享里看到，它这种梳齿呢是橡胶的质地，所以就还蛮软的。挤上洗发水之后呢，你就可以用这个梳子去梳一下你的头发，既起到按摩的功效，又可以帮你清洁的更干净。没有买这种梳子的各位，平常大家洗头的时候呢，就注意一定要用指腹去按摩头皮。护发素的话，就除了刚才这个科颜氏的，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它真的超大一瓶，我买的这个是920毫升的，这个红铝感觉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网红了。其实我有看到过很多人吐槽这个红铝的洗发水，就是它洗完头皮很不舒服，还是长头皮屑什么之类的。那我以前也有用过这个洗发水，我是没有特别特别喜欢，可是我觉得这个护发素是很好用的，滋润度很好，可以帮我去抚平这个毛鳞片，冲掉之后我整个头发都是一个比较顺滑的感觉。那像护发素在平常使用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一定要涂在头发的后半段，不要接触到头皮。护发素它的质地大部分都是比较滋润、比较厚重、比较难清洗一点，所以它如果残留在你的头皮上，其实就会堵塞你的毛囊，长期这样下去呢，就会让你的头皮变得很不健康。在洗完头之后，我个人的习惯是用一条毛巾把头发包住，差不多包10分钟左右，让它把头发上的水分基本吸干，不要用毛巾这样来回的搓头发，摩擦头发其实是会损伤你的毛鳞片。然后等到头发就不会往下滴水的状态的时候，就可以用吹风机了。那我用的吹风机一直都是这个 T3 的，这个吹风机还是我当时在英国的时候买的，真的用了挺多年的了，我就一直都特别想换吹风机，但我就觉得这个那么好用又没有坏，我感觉如果换个新的吹风机很浪费，所以就一直都在用它。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是看中说它是什么负离子吹风机，之前不是就很流行这个概念嘛，说是这种负离子吹风机吹完头发之后不会很干，确实比没有标榜这种负离子功能的吹风机吹出来的头发看起来柔顺一些。那等头发吹到半干的时候就可以涂护发精油了，我用的是这个 Living Proof 的裸感顺柔护发精油。一听裸感这两个字就知道它是一个比较轻盈好吸收的发油，它这里写了不含硅油，所以我觉得它用起来没有传统发油那么油腻厚重，但是因为它又含有替代硅油的成分，所以它又不会像传统无硅油产品用完会觉得很干涩容易炸毛，它里面是这种
滴管的设计，就很好掌控用量。像我的发量和长度，那我平常是会用两滴管的量，也是像护发素一样把它抹在头发的后半段，稍微给它这样理一下再吹干，这样我的头发就不会很毛躁，而且依然看起来还是特别的蓬松。或者像我平常拍照，如果前一天晚上忘记洗头，第二天头发看起来很毛躁，我就会直接把它抹在干发上，它吸收的也很快，头发看起来立刻就会柔顺很多。但是我用过其他发油，我就不太会把它直接用在干发上，我觉得会不太吸收，而且头发看起来会变得就很油很塌。那这款发油相较之下呢，我觉得它柔顺度和蓬松度都有兼顾到。那抹完发油之后啊，继续把头发吹干。大家在吹头发的时候注意，一定不要让头发是中分的状态，不然这样吹出来头发真的会很塌很平。我们可以把头发3-7分或者是4-6分去吹，也可以把后面的头发直接拨到前面来，这样子其实就会把你的发根吹立起来，头发当然看起来也会比较蓬松。然后就是我护发流程的最后一步，生发精油。秃头的痛谁秃谁懂，你们都会觉得我头发很多，好像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我这些年的发际线真的是一直在往后移，而且发际线位置的头发也比较少。你们看我发际线，就以前感觉不怎么能看到头皮嘛，现在是可以看到头皮了。 Aveda 的这瓶我说过很多次了，它其实就是不太好闻的那种生姜啊人参比较偏中药味的一个味道，抹在头发上虽然会觉得有点难闻，但是这种味道闻起来就很安心，感觉涂了就可以长头发的那种。这个生发精华的质地比较油比较黏，我每次都是在晚上涂，这样经过一整夜的吸收，第二天看起来头发会没有那么的油。这个产品坚持用是有效果的，我也看过很多人推荐，尤其是有很多哺乳期的妈妈，因为好像女性在哺乳期是会有一个产后脱发的问题，如果你也有发际线危机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有什么问题